各位立场新闻的读者观众大家好，那么就这里是马鞍山的西港城中心广场的位置啊。現場都很多人在這裡喊口號，有聲援地道的保安，亦都有香港人反抗，咁就中間有人接駁的香港人反抗，包括香港時代革命等等，都是很常聽到的口號來的。咁啊，啱啱我接咗班啦，咁啊，今晚呢度就我睇住先。就現場咧，就戴口罩的人咧都不少嘅，但系咧相較之於即係可能一個月或一兩個月之前的其他的示威啊、集會現場啦，其實戴口罩的人咧係少咗嘅。咁就係啦，好多謝大家繼續去收睇呢個直播啦，好多謝大家繼續關心我哋屋企香港。邊一位同事去做呢個直播啦？咁就希望啊，俾現場最新、最貼、最近嘅畫面俾大家睇。咁希望大家睇到最新、最貼嘅畫面。你未必要中意我哋，如果你中意我哋嘅話咧，咁我哋多謝。但係最重要就係你覺得你睇緊嘅東西咧，係幫助到你研判緊香港而家發生緊咩事。咁啊，七號啦，馬鞍城啦，馬鞍山嘅新港城中心咧有防暴警察咧到場啦，咁啊保安員咧就多次咧阻止咧防暴警員咧就進入，咁但系咧防暴警員咧最後強行推開大門，就進入商場同埋制服一名嘅男子，咁咧警方證實咧今日拘捕咗三名嘅，話佢哋涉嫌咧阻礙警務人員執行職務。有報章引述消息指啦，有仍然當值的保安表示咧，被捕的五名人士咧，今日下晝3:30上班翻工，其後咧就被上司指示咧。
去馬鞍山警署，咁啊相信咧五個人咧係抵賴咗警署之後被捕。所以咧現場咧有好多嘅聲音啦，就話要釋放保安，釋放保安。咁啊，我去上一層俾你哋睇，我去上一層俾你睇，睇下點行過先。我行後邊，我行後邊啊，我行後邊咯。現場啦，即係話，即係關注保安被捕啊，關注保安會唔會被控捕啊，等等嘅口號啦，其實就佔咗我諗大概有四成嘅一半。係呢一刻啦，即係起碼記者到場之後咧，嗰個重點嚟嘅，即係現場嘅人士嘅訴求嘅重點嚟嘅。係咁，我而家上一層啦，就兜翻去一個制高點嗰度俾大家睇下啦。咁啊，呢度咧遠遠都見到咧嗰個即係好多人喺度嘅情況，但我會再行前少少。呢部機唔細聲咩？呢部機其實係 OK 嘅啲聲音，但係咧就話太大聲啦！現場嘅人咧就嗌口號咧，好響切啊，好響切啊，響切咧成個商場。嗰附近嘅商店你見到就閂曬啦，譬如呢間食泰國嘢嘅啦，嚇精品店啦，啊埋呢個運啊都話雜不楞乜都有，家私店、電器鋪都已經閂埋。咁啦，係啊，咁啊保安啊嚇，保安員啊。保安員的安危和保安員，即係佢應該阻擋警員進入啊，定係唔應該阻擋警員進入咧，就成為咗今晚的一個焦點啊！啊，釋放保安啦，現場亦都有啲保安喺度啊！可唔可以記者可唔可以嚟呢個位啊？唔該，唔好意思啊。咁咧就有熱心市民好好啊，讓咗個位俾我繼續去拍啊。咁咧就我從一個制高點咧就俾大家睇，其實現場都好多馬鞍山嘅街坊啦、市民啦喺呢個位置啊。高點嘅，咁現場咧就你見到其實都全行都喺曬度啦，即係大部分嘅機構都有派員啦，今晚咧嚟到馬鞍山新港城中心商場。係啦，咁啊。呢個位置咧就話，由於事晚咧馬鞍山區內或有公眾活動，考慮到顧客、租户和員工的安全，馬鞍山新港城中心商場於今晚七時將暫停營業，敬請隨處不便之處敬請原諒。細聲咩？真係好細聲咩？真係好細聲咩？時代革命，時代。
啲聲 OK， 啲聲 OK 就 OK 啊。好，咁啊，現場。現場就係釋放保安啦，釋放保安的聲音就響徹噶啦。釋放保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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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咁釋放保安，釋放保安，你哋聽唔聽得清楚啊？啲人嗌口號。釋放保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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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釋放保安。OK， 之前好細聲 ，OK 冇問題。哦，行開先啊，你可以繼續，唔該，唔該曬。OK，OK 啊，冇問題。OK， 咁啊，好啊，我而家去到身後，即係呢個群體嘅身後嘅位置啦，係啊，咁啊啲聲可能就會明顯清楚啲，咁就啊係啦，現場就呢度叫二樓定三樓啊，唔知點解 L 三，即三樓啦，咁三樓咧就亦都有人圍住個廣場邊咁樣，咁啊下邊啦，因為 L 二啦，咁亦都有好多。好多市民喺度，但係咧佢哋咧普遍咧圍住個廣場，就冇喺個廣場中間嗰度去即係聚集嘅。咁啊，所以你見到頭先嗰個位咧，相對都空曠。咁但係就係啦，我而家喺邊皮會清楚啲啦嚇，聽我講嘢會清楚啲。就現場所見咧，就冇警員嘅記者嚟到大概半個鐘啦，嚇咁就見唔到警員嘅。屌你老母！屌你老母！屌你老母！見到咧呢度咧有八隻大字嘅，咁寫住咧聲援盡忠職守保安嘅。
多定少啊？我估現場咧200-300名街坊就點都有嘅，200-300名街坊點都有。低角度影少少嘢，我行翻落去先。系啦，咁啊，各位立场新闻嘅读者观众大家好啊！呢度马鞍山啊，新港城中心，咁啊，广场位置又有好多市民聚集啦，就声援咧被捕嘅新港城中心嘅保安员，咁啊，亦都有一啲讽刺警员嘅口号啦，亦都有一啲即係關注翻五大訴求、六大訴求等等嘅口號。喺現場見到，其實現場見到其實呢個位置都多人嘅，呢個位置。
罪，釋放保安，保安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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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罪，釋放保安，支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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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安。研判就應該不是很叻機嘅，快啲上翻公司先。八三一，十月一，七二一，八三一，十月一，七二一，八三一。解散警隊，黑白龍門，解散警隊，黑白龍門，解散警隊，黑白龍門。係喎，應該唔係好叻機喎，以我所知啊。咁但係咧，有啲附近嘅一啲叔叔咧，都好用力啊，嗌到咁上下咧，都輕嘆一口氣啊，都好攰。但係雖然係好攰咧，佢哋都繼續嗌，起碼我身邊嘅人啦，或者一啲大嗌嘅叔叔啦，都繼續去嗌嘅。屌你老母！香港真好！屌你老母！
港差佬，屌你老母！香港差佬，屌你老母！新型的口號，那些新型的口號主要就是集中在他們寄望警員即是有個不是太好的結局這樣啦，是啊是啊，多謝鄭國基，多謝鄭國基，自拍咗，唔係有心嘅。咁啊，現場就嗌得最大聲就香港人反抗，香港人反抗。保安無罪。小心自拍了，不是有心的，又不是靚仔，有什麼好看，不小心 sorry sorry， 那我們 focus 回在現場啦，
個背景咧係 keep 住咧播完嗰個歌。咁有陣時咧，到某啲口號唔係好響嘅時候咧，就會亦都有人咧跟住去唱《元光歸香港》。多謝大家繼續關心我哋嘅屋企香港，呢度係馬鞍山新港城中心。先咧，呢一陣咧就係女聲好大聲，啲口號女音聲。多謝你，多謝你，令我哋可以繼續關心我哋家鄉香港。多謝你，我媽媽都有睇你，加油！
人咧就少一啲，咁我行個圈啦，我又。咁啊，我哋一個移動嘅。向上移動，慢慢地咁，我見到都好多人喺度啊！咁啊，呢邊咧亦都有人咧接紙殼啦，亦都有人去寫低一啲字句啊，即係應該係一個。小人的連龍牆之類啦，我睇到唔係，都係折紙殼啫。咁另外有少少文宣喺度嘅，香港政府無理拘捕啊咁樣，貼咗幾張香港政府無理拘捕喺度咯，係啊，咁啊折紙殼啦，折紙殼。高點睇下會唔會即係俾你睇下現場有另一個效果啦。
我播一啲好輕快嘅音樂喎，咁啊唔再係原名安歸香港，咁啊唔知係啦，即係我未判斷到係咩歌嚟。起碼都嗌咗個半鐘以上啦，呢度起碼唔止添啊！咁啊，但現場嘅。等等先，等等先。呢度點啊？呢度哦，冇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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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要換個角度先，我要換個角度，換個角度，唔好意思啊。人咧都即係有啲企側邊嗰啲都想即係企翻中間啲啊，咁我哋就圍埋去啦。Come on.
見到呢度都有，我估300人，計埋樓上300人點都有啊！咁啊，嗱呢度6000名嘅立場新聞六點觀眾，大家好啊！咁啊，馬鞍山啦、啊、嚇、啊，新港城中心商場，咁咧就市民啦、啊、就喺度咧就呼應網上嘅號召咧，就聲援咧今日被捕嘅幾名呢一個商場嘅保安。咁佢哋事源咧就琴日咧喺警方進入商場，希望清場同埋拘捕。一啲人嘅時候咧，就頂住龍門一陣，咁啊就今日就警方咧就證實咗咧有幾名人士咧就俾人拉咗，咁而且有報章引述消息咧就指呢幾名保安員咧其實今日下晝要翻工，咁佢最後就去咗警署咁啊被捕咁樣，咁啊咁啊現場嘅人士都不停去嗌口號就。聲援被捕的保安啦，亦都有唱歌啦。啊！現場唱《願榮光歸香港》。
呢个直播呢，我呢一段直播呢啱啱就超过咗一个小时㗎啦。咁再加上我嚟之前亦都有其他好同事一起去直播啦。咁所以其实呢度已经係即係嗌呢就断数小时㗎。係啦，可以見到呢一刻嘅民情啦，呢啲市民對於社會事件嘅反應啦，佢哋用咩方式去表達啦，現場有啲乜嘢標語啦，我亦都介紹過啦。咁其實呢啲全部對於你掌握香港而家發生緊乜嘢事，香港嘅政治同社會形勢咧，都係重要嘅，都係重要。時代革命，見到藝人咧，阮文安嚟嘅呢位 ，Tommy 嚟嘅 ，Tommy 嚟嘅呢一位。你叫人不要投票给建制派政党的口号啦，咁啊，今晚起码我来到之后就第一次听，亦但即唔系我唔系历史上第一次听啦，但系今晚呢度我第一次听。警署啊！呢一刻，我去警署啊！而家，好似係去步行，係咪呢度過嘛？我知道，即係我總之係咁中向呢邊嘅，係好啊，唔該。佢好似有少少啊。OK， 警署。我唔係好熟路啊，行錯路唔好怪我啊，我盡做啊，盡快。
唉，算啦，我刪咗個 live 先啦，我轉頭再開翻，我去到警署門口再開 live。我去到警署門口再開 live。好多謝你繼續收睇呢個直播，好多謝你繼續關心我哋嘅屋企香港。